Isu 新闻180128，永远90度鞠躬的感动，从舞台视角感受 Isu 座无虚席的人气。爱豆新闻讯28日上午，相关 IMS 账号发布两张从舞台后台拍摄昨日演唱会现场的图片。原来站在硕大的舞台上，成员们望向底下的视角是如此美妙。座无虚席的台下被银光闪闪的爱礼棒充满，人头攒动的粉丝如此近距离感受 Isu 带来的表演，一定是无比感动。而后的标准90度鞠躬又彰显了来自天团的谦逊。文 Geller 图 IMS。Isu 新闻180128。为预祝 Isu 奇遇演唱会圆满成功，各方用心准备花束。爱豆新闻讯27日。在 Isu 四旬奇遇演唱会现场的爱丽发回消息称，日本各大公司在昨日为预祝 Isu 演唱会圆满成功而送上鲜花，其中有株式会社、日本7-11便利店、Oil电视台、Oil春天来了剧组、仓科加奈前辈、春天来了女主角、MTV Japan、Live杂志编辑部、Top Ten 编辑部、株式会社 Acura 和株式会社 JPOP Jeff Minera 等众多企业。春天来了女主仓科加奈前辈更是用心准备了天堂鸟花。 Isu 正规四级 logo 上的花和迎春花对应春天来了剧名，如此用心实则是对 Isu 在各方皆获得良好评价的实力认证。过去节目中被公开体重，少女时代成员完全没屈辱，最受伤的是 Kara， 体重一直是困扰的女偶像的一大问题，为了让自己在镜头前保持完美的模样，其实他们都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很多心力啊。而有时候在节目中公开的女偶像体重，也让人感受到当偶像有多么辛苦。韩国女子组合原创文章 NS 云志，身高170公分的 NS 云志曾经表示自己的体质其实不容易变胖，所以为了让自己在荧幕上看起来比较漂亮，所以一直很努力增重。后来 NS 云志也在实境节目中公开了自己的体重为 51.3 公斤，而这还是他努力增重的结果。宋智孝，智孝168公分的身高在女生平均身高中算是前端班的呢。虽然在 Running Man 一直被成员开玩笑体重很重，但其实智孝只有 53.3 公斤，算是很标怀的身材了。韩善火曾经在我节中公开了自己的身高体重为162公分47公斤，真的是许多人心中的梦想身材吧。IU 曾在各大节目中分享自己减肥方式的 IU， 现在的纤细身材真的是他很努力才获得的结果。
IU 曾在接受访问时提到，自己的减肥方式是指吃苹果、地瓜和蛋白质饮料。当主持人问道，是一餐吃这样吗？ IU 回答，不是，是早餐吃苹果，中午吃地瓜，晚餐喝蛋白质饮料。而这样的回答也让主持人受到很大的惊吓啊。而某次在节目中测量后， IU 的身高为161公分，体重为 44.9 公斤。少女时代徐贤也是因为我节而公开的身高体重，虽然168公分51公斤的体重对于女生来说是很完美的身材，但当时徐贤被医生判定为过瘦，身体内的脂肪与肌肉量都不足啊。少女时代儿、少时公认最不会长肉的成员允儿，还有秀英，几乎从出道开始就没有看过允儿胖过的样子啊。之前曾在节目意外公开的允儿体重为47公斤，而允儿的官方身高为168公分。节目本分金牌甚至过分的在舞台下偷偷放了体重计测量女明星的体重，好像有点快，像是168公分的哈尼当时是50公斤，169公分的 G-Friend U 也只51公斤，158公分的多贤当时也只有50公斤。当时体重被公开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女明星几乎崩溃啊。不过在本份金牌中受创最深的还是 Color 成员林志，官方身高166公分，体重51公斤的林志，当时节目组却测出他的真实体重为56.3公斤，让他急住赶紧解释那是自己最胖的时候。但是一定要帮明智平反一下，他当时是穿住较为厚重的衣服，还要加首饰、麦克风和高跟鞋，一定会比较平常体重重啊。看到这些女偶像的身材，真的觉得能自由自在的吃真的好幸福啊。果然要当偶像真的不容易。